陈哥，我听说最近阳光酒店几个亿美金进账，他们都干这么大了，咱们还玩这些小的，是不是有点太那个？那都是奶妈抱孩子，别人的看得见摸不着。那些钱可不是咱们想花就能花的。要想自己花的爽，让老婆孩子过得幸福，还得自己挣钱。 是啊，你是老婆孩子都有，我这还耍着单呢吗？不是，<笑>就你这个没出息的劲儿啊！你要是把钱赚够了，你还愁娶不着好媳妇儿啊？对，道理其实我都懂，但是吧，那心里特别不舒服。其实你也知道我对这老婆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我主要是想赚点钱，这孝敬父母。嗯，心情能够理解。 你只要好好干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对，这个我相信。最近的几件事情你都做得不错，没比钱都给你了吧？那个山哥，我还有事想求你。嗯，说吧。我想让山妹退出公司，因为我不太想让她卷进来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不是这个，主要是我这爸妈呀，老想让这孩子赶快找个人嫁了。 你往左边转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把那袖子伸出来，我看一下。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？明天早上你再来试衣服，好吧？ 哎，好嘞，那你好好休息。那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，再见。德辉啊，卷毛的这个情况，你汇报得很及时。国军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我跟国军商量一下，你等我的命令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国军，我们一定要尽快行动。 万一卷毛要是出了意外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放心吧，这我比你清楚。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，啊，你别多心啊。高一凡和王铁刚不汇报，那是我授意的。现在队伍里出现了内鬼，有很多工作我都是单独布置的。既然他们没跟你说，你就不要问了。那你先回去吧。 是我明白了。朵朵，朵朵，朵朵，妈，你在这儿呢？你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？你是不是连这个家都不要了，不要我这个妈了？妈。 你看，你说的，这不是因为这两天网吧缺人手吗？我这都连了好几天班了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想多赚点钱给你吗？哼，你赚钱给我，你是便宜了那个卷毛吧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不是有新的男朋友了？说不定啊，就在这个网吧。要不然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？ 哎呀妈，求求您了，别说了，行吗？你看这周围都是人，丢不丢人呐？丢什么人呐？哼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！我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，我容易吗？你也不回来帮我，你说，你有那个小兔崽子有什么用啊？妈，我这是忙的呀。要不然这样，您先回去，我今天下了班我就回家，行不行？你这么一个小的接待员，忙什么呢你？ 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一个月的钱，还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呢。妈，这是我这个月全部的工资，都给你了。
宝贝儿啊？你哭什么？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。我妈，我都怀孕了，她还是不是给我亲妈呀？她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行了行了，先别哭了啊！你以后要嫁给了我，我爸妈肯定对你好呀。妈，你饿不饿呀？嗯，有点饿了。我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。嗯，我也好长时间没吃饺子了，我也想吃。哎，你说，咱们俩回趟家怎么样？不行吧？没事儿。那是，万一两个人发现了怎么办呀？别害怕，我跟你说。你先出去探探道，我化妆一下。快快快，你去门口看一眼啊，听话。慢点啊。哦。这个不错。这个会做吗？这个好像有点复杂。你学吗？啊，你学。喂，阿武，这么晚了干什么？没事儿，看看你干嘛呢？看看你是不是老老实实的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，拜拜。谁呀？这么晚给你打电话？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家人吗？也许啊，你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。那你总得告诉我是谁啊？我五妹。五妹？嗯，是你亲妹妹吗？处得比亲妹妹还亲。你的消息确切吗？非常确切。我们要赶紧动手，下手晚了就麻烦了。我估计高一凡是有所顾虑，才把卷毛藏在那儿的。不过现在。怀疑不到我，高一凡就是抓住卷毛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威胁。不过我们要损失几员干将，我看还是赶紧把卷毛给干掉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黎明浩是不是最近心思不在这个酒店上？嗯。不知道最近忙点啥、管他呢，正好我们可以重整旗鼓。那当然好呀，我都两个月没领奖金了。应该不缺钱吧？谁跟钱有仇啊？钱和爱啊，都是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的东西。相比之下呢，还是钱来点实在点。山妹，我觉得你说这话呢有点没良心。你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爱？当然怀疑。除非你跟你老婆离婚，我还真考虑过。喂，是吗？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好事啊！我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把他给清理了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就派人去盯着，这回他肯定跑不了。话了吗？我现在啊就想马上吃到我妈包的饺子。我答了，但是我没说你要回去，我就说你特想吃饺子。来，孩子们多吃点啊。来，你吃你吃啊。来，多多。谢谢你。嗯。儿子，多吃点，你也吃啊！哎，好嘞。这是自己拌的馅，特别好吃。咱们家要永远都能这么好，那该多好啊！换了吗？儿子，得过了这一关，好好做人啊！啊，
知道了。儿子，多吃点。吃，吃吧。阿姨做的饺子真好吃。爸，嗯，妈，我上个厕所。啊，我陪你一块吃，一块吃。不用，爸，你在这吃饭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小心点。嗯。是在4到5个钟头之间死亡的。哎，小心，赶紧回去，我们做进一步检查。赶紧。
喂，李总，有位先生找你。哦，你让他进来吧。李总，我这个新来的保安队长向你报道。哎，不错，你们刑警支队个个神勇威武啊。威武什么呀？我现在可是天天愁。我们家来一小讨债鬼，哎呦，把我愁的呀，天天向我讨债呀。听说了，你最近得了个儿子，恭喜你啊！谢谢谢谢，来，请坐。哎，坐呀。不合适，李总，我就不坐了。我现在是你的兵，也不是什么警察了。今天咱们俩不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只是朋友聊聊天，别拘束，请坐。那我就坐啊。坐。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好茶，啊，来，尝尝。我呀，就好这个。哦，好茶，真是好茶。以后阳光大酒店和集团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就仰仗你了。李总啊，仰仗可谈不上啊，只要你说话，我一定把事儿办好了，我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现在卷毛死了，这枪案的线索这不又断了吗？吴局，这个责任主要在我，不关高政委的事儿。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的寻找新线索，一定尽快找出凶手。上一个枪案还没有破，这现在又出现了枪案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案子给我破了？吴局，我们争取尽早破案。张德辉，咱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别看我平时和你们客客气气的，可这关键时刻，我是不会留情面的。你们两个都算上啊！如果这个枪案破不了，我把你们都撤了。啊！上楼公共啊！哎，高政委。卷毛的死是我们疏忽，我要早点动手就好了。这个责任我来负。你负责个屁呀你！卷毛被杀了，线索断了，于大哥那边怎么交代？那你跟我喊什么呀？枪案在你们手里就一直就没破，早点抓住卷毛这事儿早就破了。再说，前几天你们就知道卷毛在哪儿，为什么瞒着我？等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卷毛在哪儿的？你前几天跟王铁刚鬼鬼祟祟的，我就跟踪你们。哎，原来你们是在找卷毛对吧？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我向吴局汇报了，我跟他说马上抓捕。吴局说要跟郭局商量一下，结果呢？张德辉啊，你太有才了。什么意思？慢慢录吧。不，来，见面分一半，这个归你了。这个连喝带拿的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我和你们高队是好朋友，你和高队是好兄弟，那我们俩之间也就是兄弟关系了。兄弟之间是不分彼此的。跟我说说吧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的？啊，李总，能在您这儿工作，那就是解决了我所有的困难。好，哎，喝着第二杯，这第二杯才能喝出味道。李总啊，我也不把你当外人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这个人吧特要强，我这个人在警局我谁都不服，不过现在有了儿子了，我发现我倒是变了。父爱如山啊，能看出来你是个好父亲。我现在吧，我就想着我多挣点钱，我给我儿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我上刀山我下火海我也值了，是不是？不过这里可没有你当警察那么风光啊。那也没有当警察那么危险。我在警局那么多年，我都是出生入死，我好几次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现在想想后怕。那以后你们高队那儿有事情，你还会帮忙吗？
我欠高队琴，那忙，那一定要帮。那高队以后启用你当卧底，就像那个电影《无间道》一样，你的人情就还了。李总啊，你看看我，我能当卧底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一根筋，当不了卧底。我要是当了卧底，我办不成事儿，我得把命都搭上。我没有那么傻。好好好，那这我就拿了啊。好，拿着。占林，嫂子，见过李总了。那送茶叶。行，你会慢慢习惯的。有事找我。好，一定找你。那我先忙了。去忙吧。老队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算了，我们现在应该去调查李山。行啊，小子，仗义打一惊了啊！比起师傅你来啊，还是差点儿。不好意思，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我呢是不想让村里的人知道我们来找过你。我知道，这是为了保护我。李山虎最近一直没回家吗？没有回家。他们家最近很有钱，李山虎他爹妈造了两间房子，又买了很多家具电器什么的，听说给山虎讨媳妇。你死了个卷毛，你还不要活了你？我跟你说，卷毛死了是好事儿，那就是个混混。你看，凭你这模样，跟着他亏了。别难过了，妈回头给你介绍个好的，最起码是高级白领。你怎么，跟你说软了你不听，非要我动手啊？你快去呀，给我做饭去，给我去做饭，听到没有？跟踪嫌疑犯不是很正常的吗？犯什么罪了？自己心里清楚。李山虎，是他把枪借给我玩的，他借给我枪玩，是你是当我不懂法吗？啊？这死人的话能当证据吗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们相信卷毛的话。既然你们都有证据，那你就抓我不就完了吗？李山虎，我如果想抓你的话，我早就抓了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抓你？是因为我们想给你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我觉得你好像有心事嘛，怎么着？跟哥哥说说。前两天啊，那高一凡找我。他找你？找你干嘛？能干嘛呀？当他的线人呗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想得美！他太小瞧我兄弟了吧？可是啊，我觉得他好像掌握了咱们很多事儿。不会吧？那他为什么不抓我们？放长线钓大鱼呗，也有可能啊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吓唬我呢。
我走啊。哟，这么多啊！大头还在后头。行，那谢谢山哥了。谢什么呀？这你以后好好听我的，你以后不差的就是钱。凶手一定是李山虎，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呢？哟，大队。又在刻苦钻研了，没办法，不钻研行吗？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线索，凶手仍然在逍遥法外，咱们必须尽快的找到源头才是。你说他们是为什么呀？杀了于东方，又杀了卷毛，你说他们到底在掩盖什么？我觉得凶手应该是李善虎。可是，现在人证死了，物证又没有，我们没法找人。铁刚啊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如果我们抓了李山虎，李山虎也会什么都不说的，而且，说不准还会被灭口的。你分析的有道理啊。我觉得还是应该放着他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幕后黑手，到什么时候。蔡先生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李总和林总监之间有点不对劲儿了？我也觉得他们之间关系挺微妙的。原来呀，我还怀疑刘爽呢，现在我才觉得林可欣才是李总的心腹之人。这个李总总是带着林总监去银行办事，从来不带别人，财务上的事连我都不让知道。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你派个人跟踪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真够笨的。我的好妹子，你总是能跟我想到一块儿去。这样吧，给我当这个间谍怎么样？我？嗯。算了吧，我做色情间谍还行，做经济间谍我可不行。你行。你不仅年轻美貌、性感迷人，还会逢场作戏。你要是再把林明浩给拿下呢，那他在经济上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。正哥，你是不是烦我了呀？烦我了就把我当一个皮球踢来踢去啊？我说妹子。我真是乡亲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我也是阳光集团的大股东，我总不能蒙在鼓里吧？你是股东，可我不是啊。那作为股东的情人，我是不是也应该有股份呢？除了老婆孩子，剩下的全是你。切。他们吃肉，让我喝汤，我可不干。你现在吃了司马的肉，又吃了我的肉，你要是再能把黎明浩的肉给吃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？得了，据我观察呀，这黎明浩的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，说不定就是一人肉炸弹。那他早就把我给炸了。那还是说点实在的吧，你先预付我多少？妹妹放心吧，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。那好吧，看在咱俩的情分上呀，我的那份钱你就先帮我存着，你要是敢说话不算话的话，看我怎么吃了你。那你现在把我给吃了。来呀。哎，这个都是你的。李总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全是现金。钱？都给我的，都是给你的，太多了吧？嗨，这只是一部分。随着现金入账的增加，你的份额就会水涨船高的。李总，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全是现金，不留字据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只要你下得了这条船，要是你不承认，
这个钱是你拿的，连我都没办法，没有证人呢。不过，你要把账目做得天衣无缝，才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是自然的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而且我敢夸口，认错账，在滨城不会有谁在我之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来，拿着钱。李山妹，你怎么这事儿打门啊？您是集团的老总，又是单身贵族，总有漂亮女人进进出出，就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。不错呀，这里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随便喝。我一个人住，进进出出漂亮女人很正常的。难道进出男人就正常了吗？更不正常了。来，喝点东西吧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李总，你是我见过最有风度、最有魅力的男人。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讲，自从你进了公司，我就被你深深迷住。那我很荣幸啊，能被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喜欢，说明我还是有一定魅力的。李总，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但是喜欢你是我的权利。我希望你不要笑话我。哪里？被人喜欢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真的吗？那么说你接受我的感情了？这个很遗憾，我只能说抱歉了，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这个我不介意啊，只要你允许，我喜欢你，我不介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你的。李山妹，有些事情不能分享。你很有工作能力，这点我很欣赏你。但是我请你记住，我和我的员工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可是我想跟你……没有可是，你要是想在这个公司里工作，就请你收回刚才所说的话，我会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的。那你干嘛跟林可欣和林爽不明不白的？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我和他们两个是清清白白的，他们两个是为我公司的好员工。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女朋友是谁吗？我的女朋友也许你认识，她就是滨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可怡。林可怡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只要不是刘爽就行。这么晚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李总，请李总原谅我的冒昧打扰。以后我不会来打扰你了。怎么样？美人计失败了，是啊，恐怕起到了反作用。原本觉得我是个好员工，现在倒好，肯定认为我是个放荡女了。那林明浩和林可欣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没有？搞清楚了呀，原来我们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这林可欣呢，原来是林明浩的大姨子。林明浩的女朋友啊，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林可怡。林可怡可是咱们市的市花啊，李明浩这小子还真有艳福，真是他妈让人羡慕嫉妒恨。你还真是不要脸，我发现。怎么了你？吃醋了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惦记着筐里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就惦记你一个，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林叔叔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好多音乐我做的，你都替我做了。这
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你在这里没有亲人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尽管来找我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就都会尽力去做。您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？我此生没有孩子，一直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优秀的孩子。那既然您这么说，您就把我当儿子吧，我会像儿子一样孝敬您的。好，那我以后就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。好。不是叔，那我们集团收购药厂的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一个人办就行了。您已经帮我收集了那么多资料了，我不能让您一个人太操劳啊！能我做的，您还让我做。明浩，你听我的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好，好。我们集团已经准备正式收购冰心生物制药厂了，各部门务必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出一份详细的计划。财务部门最近辛苦一些，赶紧把预算做出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刘总啊，你安排我到药厂去做个实地考察。你们把资料整合完毕之后呢，赶紧给毕总的雨花集团送过去。这个项目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前期工作，后期的拍板工作还是由毕总的雨花集团进行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李总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散会吧。好，散会了，大家回去好好干啊。郑总，怎么了？我听说咱们地下歌舞厅又在赌球。赌球？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一再提醒你，我们阳光大酒店是做正经大事业的，绝对要杜绝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不要因小失大，鼠目寸光。这个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放心吧，李总，我这就派人查去啊。李总。还有事吗？有些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啊，走到办公室里去。不用了，就几句话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就可疑这么一个妹妹，而且你们是通过我认识的，我希望你能善待她。放心吧，我是个负责任的人。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？这个我跟可疑再商量商量。你好，李总啊，又很久不见了。忙啊，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处理。我知道你毕总最近工作很努力，我是看到的。等我们这笔大生意做成喽，你将又拥有一个自己的王国了。现在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李总，你以后不要再让明浩插手你的毒品生意了。我是个毒枭，他就是靠我卖毒品的钱养大成人的。你不让他碰毒品生意，好像不是我这个养父能决定的吧？你这个亲生父亲也应该负点责任了吧？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以后你不要再插手了。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。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一定帮你做完，但是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。李总。好。麻烦您在这上面签个字。好。怎么，想起什么来了？哦，没有，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我能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吗？您说。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？普通公务员。准备结婚吗？时刻准备着。幸福啊。嗯。谢谢李总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就不能来啊？来来来，我请你喝茶，坐。您好，嗯，我策划的栏目叫《警钟时刻》，是揭秘冰心市的破案经过的，同时呢又能宣传法律知识、救人自救的一些方法，已经通过台里的审查了。是吗？嗯，那好啊。台里为我们做了2期样片，我还是制片人，现在需要打款了。100万？对，100万。没问题，我下午让可心给你卡里先打30万，剩下的分2次给你。您好，你真好，谢谢你能支持我。哎哎，办公室啊，别人看见。怕什么？我高兴呢。来吧，喝杯茶吧。你好。嗯。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上午开了一上午的会了，有点累了。那行，那你先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晚上去我那儿，我给你煲汤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好，那谢谢。拜拜。我现在已经确定局里出内鬼了，这事儿啊，都怪我。其实也怪我，如果早点见识李占虎的话，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结果了。是啊，如果当时我们再小心点儿，卷毛就不会死了。我敢断定，这次又是李占虎干的。但是在内鬼没揪出来之前，我们现在即便是抓了李占虎，也不会有很大收获。高队，你敢确定现在内鬼是谁吗？范围是缩小了，但是我还不确定到底是谁。你觉得会是张德辉吗？不是，在他来之前，这个内鬼就已经存在了，而且一直在给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。如果说不是张德辉的话，那就只有是郭局和吴局了。相信风雨中